怎么了？你当着哥面你还不好意思说，其实你也不用说，网友们、老铁们也能看得出来，我们俩就是牛奶咖啡组合。那么今天呢，由我俩第一期啊，第一次坐在镜头前直播带货。是的。但是我们这次带货呢，是扶贫助农。这咋开始了呢？没有。哎呦，这干啥呢？哎，我们属于什么产品？在线人数才425，是助农吗？嗯，助农太少了，扶贫助农。你们没有官宣啥的，对吧？我们这次带的货呢，都是扶贫助农的，都是一些质量特别好，并且我们都提前自己试过的。哎，我有个问题，不是。不能连麦。咱那个要不地道了，人家不亚这边正整呢，咱这边啥也不卖，人家给他抢人。开始了，博哥。啊，我要开始。开始了吗？开始了。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是极限挑战第六季新闻时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助农扶贫。首先介绍我们这个组合。我今天舌头累的有点大，说一天了，说一天了。我们组合呢，我是咖啡，我牛奶，所以说大家知道了，一看便知牛奶咖啡组合。我们今天直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一个核心问题，是助农，扶贫。所以说我们介绍的产品呢，一定是跟农产品有关系。那我们今天直播的第一个产品是什么呢？错了，不是什么，你们也别猜了，是小什么？你们以为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们，你们以为是大什么的吗？哼，错，是小什么？留个悬念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正在录制这个《极限挑战》啊，对，然后我哥这一次来做嘉宾，然后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任务要请大家帮忙，对的。要请老铁们帮忙。如果说今天完不成任务，我跟小伦伦就住这儿了，就容易住在这儿，因为我俩就是已经签了协议了啊。呀，包括后面你看，陆陆续续啊，今天还有老铁们都来着了，小月月、小雷雷，多少人啊？我看不见啊，看不见才吓人，知道吗？多少人呢？你看楼下危险，我没看见，26000啊。咱们番茄台那个号是现在26000啊，楼下400多万。多少多万？楼下400多万观看。没事，他那一会儿一完事儿，我们马上就垒过来。我你好白了啊！是我给显的好吗？哎，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极限男人帮我们在这儿直播了吗？你们不是我这怎么评论这屏都不动呢？他卡，人少翻得慢，就是这意思啊！滚起来呀、啊，同志们！是人太多了，进这屋卡了，像门框这么大点门框，10000个人挤，他能不挤在那吗？都憋在那儿，你看老半天才喘一口气儿啊！你们不知道啊？那你们不知道，那你们就传达一下吧，传达一下。对、啊，来我们这儿，我们这个是吧？我们这个看看，你看动起来多吓人啊！跟哥哥们都是这个，都是没说话哥。对呀、啊，都是这个直播的新手啊。然后我们这个今天就来献献丑，然后帮这个助农扶贫一下，对，做个公益活动，对啊，然后请大家帮忙。等一会儿呢，我们会推荐几款产品。对对，这几款产品呢，我们都是跟这个生产方都联系完了，给压到了最低价啊！一定是平时大家，宝哥说挺好，宝哥继续压到了最低价。平时大家可能去估价这产品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产品很贵，甚至说，这产品我们都不打算要买。但是一会儿我们把它的生产地。包括它的生产过程和工艺，包括它的营养价值，我们提供出来以后呢，你们会疯抢，你们会隔着屏幕打，都会抢我们这款产品，你们会隔着屏幕去挠，啊？我们是说我吗？你们会隔着屏幕去挠来抢秒没？我们那个预告一下，我们9点啊，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对，我们开始这个
卖货。对。啊，我们开始卖货。对。然后晚上九点。网友也建议了，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可以把邓伦上架。你俩先预热啊！你们把今天这个帮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你们凡是夸轮子好白的人，先夸夸我好吗？如果是宝哥，我的肤色给他衬的。没有宝哥就没有我这么白。对，因为今天跟我坐一块儿嘛。因为宝哥干嘛呢？宝哥一直是愿意担当的。太好了，今天给你们开了一个福利。Okay. 虽然我们九点才开卖啊，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向你们展示一下产品。先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先缠着你们，对，先吊吊你们的口味。看看宝哥拿的这一杯咖啡，看这造型没有？最特别的是这个造型，没有见过这样的咖啡吧？对，见过泡咖啡的这个工具是这样的吗？你看他们说宝宝好黑，哎，宝宝比以前白了。说宝哥白了啊？说我都皱纹，说我呀，说我都是微笑，满脸都皱纹。你看，是微笑也不怪老铁说，嗯，没见过吧？你看轮轮那脸像跟熨斗子熨过了似的。你看我这脸咋烫伤了？给我没啥没啥没啥，就是特别平嘛，特别平嘛。他说我白了，我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轮轮脸上映那光啊，人用不了那些光，就打看到那个有多少人在线那个页面吗？对，就是刚才那些页面，就是那个看在线和那个什么的，刚才有一个好像小的一个是有那个可以看在线人数的什么的那些，3.8万，很快很快。说哥们，啊，这是咱们观众跟您的互动，您可以看一下，然后咱们把镜头稍微往下压一点点吧，稍微现在往下是吧？哪个镜头？这个来，你们过来调一下，来，稍微往下压一点点，我别把胶转没了。哎，这多舒服啊！嗯。要我俩一直感觉是洋人。你看有人说挂耳咖啡，有人说啊，挂耳咖啡啊，有知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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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我们一样一样的，见多识广，我们一样一样产品去介绍，好不好？一样的。嗯，现在已经40000多人了，宝哥。啊，对，我觉得咱俩今天定个小目标吧。小目标就1亿呗。先来的1亿是吧？先来的1亿，你管他能不能做到呢？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对吗？这就是我跟宝哥今天目标啊，就咱们俩的黑白双煞，对不对？黑白双煞，咖啡牛奶组合啊，就不轮他1亿。我从我们俩下播之前，我们要攒够1亿的观看人数，而且还要卖出1亿的量，还要把产品全部卖完，对，对吧？然后为我们助农扶贫，对，是吧？做一点微薄之力，对，要尽一些些尽一些微薄之力，哎，好，嗯。对。现在说话他们能听见吗？能听见，能听见呢。58000了，宝哥。我以为他们听不见的，现在6万。那这样啊，老铁们，你把你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叫上，马上开播了，马上开播了。有小轮子，有小轮子，有小宝子，有小宝子，有小黑宝子，有小白轮子。啊，他俩这顿组合，这个黑白双煞，黑白双煞，咖啡牛奶，咖啡牛奶组合，马上就要直播了，马上就要直播了。哎，进到我们直播间，你看不到吃亏，你看不到上当。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把六舅们、三姑奶、二姑、三姨、六舅们都叫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小轮子，看小轮子，看小宝鸡，还有小宝鸡，小宝鸡，哎，对，6万多了，你看跟我们报数了，6万多了，六万了，哥，这个广告做的有，我这广告做的还可以，还可以，特别棒，已经6万了，7万了，已经7万了，8万了，已经8万了。哦，9万，我的天哪，我的天，9万，哇，10万，哇，哈哈哈哈，10万了，他们没看见。咱俩今天不是来卖货，咱俩在这今天是看人数的，你知道吗？10万了，他们没看见。12万，他们看不见，现在他们看不见，我能看见。20万，漂亮漂亮，100万了，100万，有看见的。有看见的100万，漂亮漂亮漂亮，很快啊！我们多少万？我们现在152了，152了。我说了，咱们今天一共1亿，我跟宝哥弄10万，剩下都是你们的。对，好吧，咱接力的接上啊！赶快从薇娅那儿给我调人，从薇娅那儿给我调人喊人。老铁们，去他的直播间放消息，去他的直播间放消息，调人调人，三姑六舅们全来，二大爷。三叔，吹哨叫人了啊！六姑爷，宝哥，这样，
我顶你一会儿，你去薇娅直播间去。好，关注番茄台啊。是这样啊，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我先扛一会儿啊，宝哥去魏雅那儿会人去了啊，摇人去了，摇人去了啊，摇人去了啊，叫人去了，叫人去了，我先扛一会儿啊。说到哪儿了？刚才，刚才说到说的是摇人吗？说到啊，说哎，这能看到我们自己啊？能看着。九点开，这一共多少人了？还有六分钟，还有六分钟开麦了啊。哎呀，亮亮。亲爱的朋友们，观看的同时请点击关注番茄台，关注番茄台啊，以后的直播会非常的棒，会非常的好看，然后会非常的便宜。以后咱们番茄台还这是个什么号？这淘宝的号。番茄台。啊，东方番茄台。来预热一下，来一起预热一下。在都在啊。还在预热吗？还在预热，还有六分钟就开始了。还有六分钟才开始啊。啊，朋友们赶紧来，一会儿有精彩。小月月脸好大啊。小月月赶紧赶紧啊，让给大家录一个节目。邓伦准备了精彩的舞蹈献给大家，在这里啊，你不来肯定会后悔，一定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好意思啊，这个兔门抹着了。哎呀，今天你在这儿不仅能够买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些产品，还能看到咱们的精彩节目，是不是？精彩节目，我介绍一下啊，小月月嘞，雷佳音的 B box， 预热一下，预吗？预，我就会预热这点东西。来，我们现在先预热完了，我们先简单来一个，就这样的，大死动死大死。咚咚大，一起拼，一定赢。还会看到什么？还会看到，还会看到师傅，你怎么的？还能看到，给大家，我一会儿给大家脱一件，脱一件。我一会儿给大家穿一件。哎，雷佳音头好大，有人说是谁说的？说你就说实话。邓伦唱歌，伦伦赶紧把你那粉丝赶紧。上面有人说，现在多少万了？你这样可以，再进30万人，邓伦跳舞啊！哎呀，你看有从我眼子那儿来的，赶紧，对，有，哎，叫你来土儿情况，宝哥去了吗？土儿情况，宝哥去了吗？情况，一会儿土儿情况啊！马上开始了，赶紧。是，上来。今天所有的产品啊，都跟薇娅那是一样的，而且价格也是一样，所以到我们这儿买，不仅能买到产品，还能看到这么多帅哥啊。而且价格也是一样的，你们天天逛薇娅那会儿，你到我们这儿来逛一逛，你知道吗？我们大家一起张罗张罗，一起热闹热闹。明白抢生意是吧？我们这是为了公益，为了公益啊，其实很重要。我们今天是一起的，我们一起这个助农扶贫，对吧？就是你也主要是我们以我们这儿为主啊，然后以那边为辅，所以我们这儿是主场。然后其实在人主场他们那是呀、啊、在人主场上那个他们那是分会场，我们这是主场啊。是这样的，主要我们这一波几分钟开始、啊、我们这波三分钟啊，三分钟加油啊，三分钟罗乱看你了、啊、加油、啊、这不是叫宝哥回来啊，宝哥是摇人呢，宝哥喝了杯咖啡去，宝哥你回来，宝哥你在看我直播吗？宝哥你快回来，宝哥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喝罐儿咖啡快赶紧哎，宝哥在那边，孩子叫他赶紧过来了，宝哥回来了，那个现在正在薇娅那儿看直播的，宝哥回来了，赶紧说宝哥回来了，把宝哥也叫回来。你看宝哥在拉人呢，你来，亲爱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十万东方卫视极限挑战的直播，此时此刻九点钟我们马上开始与薇娅之间的 PK， 这场 PK 而不是带有各种侵略色彩的，而是为我们的农民伯伯一起来谋福利。我们卖的产品是一样的，我们价格也是一样的，同时我们的真诚也是一样热情的。所以说，朋友们来多多支持我们，多多支持邓伦。一会儿你们将会看到史无前例的邓伦的孔雀舞啊、以及帽子舞、孔雀舞、popping 什么这个托马斯什么全旋都有，什么那个单杠、双杠啊，什么都在自由体操什么全上。对，那个腹肌俯卧撑啊，你想怎么样都满足你的条件。今天是我们一起欢庆的日子，来吧，进来吧，来宝哥呢？我还不行了，宝哥在那儿聊人呢。现在几人？还有两分钟了，多少人？还有两分钟，两分钟，还有两分钟了，叫他赶紧来，啊、不然一下上来就，好，来，那宝哥快上来吧。这哎呀，这里边我真好看啊，这拍出来，关注一下啊，谢谢。各位，这是你们此时此刻看到这张小肥的小短手，就是小月月的手。赶紧，宝哥回来了啊！我回来了！三姑们六舅们，我回来了。被坏了！他们给我抹防晒，太对不起防晒了，因为抹完像上霜一样，
就像分上霜一样。开始了，九点了，宝哥。九点开始，我们开始直播我们的产品。我们开始卖货了。助农，主题要来了。扶贫，助农扶贫。对，水就不喝了，没时间喝水。在助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能喝水呢？再强调一下今天的主题啊，助农扶贫。助农扶贫、啊。今天是做一个公益项目。对的。啊、然后、那个，而且是扶持农产品。哎，扶持农产品。一说到扶持农产品，我就特别的开心，毫不犹豫，因为我从小我生在农村，我长在农村，哎，我知道农村到了季节是产出的东西卖不出去的时候，是，逼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知道农民伯伯们和农民老乡们，他们所遭受的所有的一切内心的困苦，没错，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这次有机会能够来带这个货。我感到特别开心，荣幸，特别荣幸，尤其小伦姐，哎，能出自己的一份力，而且小伦姐能够坐在这里的跟宝哥一起做这个直播，我今天特别开心。小伦姐来拥抱一下，好，好，我代表镜头前的老铁们替你们亲吻了小伦姐。好，今天让我们主推第一款产品是什么？第一款产品是我们的这个手艺田园羊曲小米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包装，对，非常洋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看，对，这还有一个农民伯伯，哎，戴着草帽，就是在地里干活的那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对对对对，很幸福感满满，幸福感满满，哎，也印在了我们的这个包装上。你介绍一下它的原产地。原产地，它的原产地是山西省啊，但是它呢是这个手艺田园羊曲小米是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也是我们羊曲县扶贫农产品的唯一品牌，对，唯一品牌只有这个。这个线呢，主要就推这款产品，主要就推这个。他为什么主要推这款产品呢？因为人自信，自信。他为什么自信呢？因为就这款产品没有不含有任何的添加的那种化学化工产业的那种化肥，知道吗？金黄色的小米，金黄色的小米啊，金黄色，看没看到？啊，纯金黄色。看没看到？怎么点链接？哦，已经上链接了啊！对对对，哦，就咱俩主要目的是往外卖啊！你咱俩别不懂行啊！链接在哪儿啊？大家链接的老铁们自己能看得见。这儿有链接包，您可以点开给大家看一下。哦，对，已经上链接了，哎，已经上链接了，已经上链接了，给大家看一眼，来看一下，把那链接包点开，你不点开老铁们不知道，对，点开。好，已经上链接了啊！哎，看见没有？看没看到？当我们推荐的时候，上链接了，都来了，都来了，我们有一帮好兄弟都来推荐这个。都来推荐今天第一款产品，羊曲小米，羊曲小米，嗯，怎么样？只有五千个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希望秒没，一定会秒没，不需要我们啰嗦那么多，大家就抢，赶紧的，一起拼，砸，一定赢，有各位抢。行，一共5000件啊！一会儿我跟雷子，我们还卖别的呢，在这儿留点钱，你别留点钱，先抢，赶紧快！不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咱们的产品都不贵，都走，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大家可以抢，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工艺什么的，价格介绍，价格是比平时便宜，肯定啊，已经秒空了，没了，哇，已经秒空了，太厉害了，哇，太厉害了，高哥的人气。挂耳咖啡来，看没看到啊？挂耳咖啡，它原产地是哪儿呢？没了，没了，又没了，又没了，没了，没了，我没记上呢。咖啡没有了，挂耳咖啡呀，它产自我国云南，没有了，没外国，没了，又没了。第三个是什么？没有了，真没了。没有，没有挂耳咖啡，哦，还没挂啊！还挂，挂呀！你来，你来，宝哥，挂了，挂了，挂了，上链接了，快挂呀！快上上链接了，上链接了，挂耳咖啡呢？挂耳咖啡，我实话实说啊，云南啊，实话实说，平时我们要喝一罐咖啡的话，得多少钱？嗯，30多块钱打点心吗？对呀，肯定啊。那么今天我在，我给压到了多少？50，你们猜？50，一杯50。多，多了吧？你看，50块钱多了吧？对，40。多30，还多，拼命的25，10块钱，你别打多啊，还多，这还多啊！老铁们，一盒10袋才24.9，10袋24，自己想，一袋都不够3块钱，2.5，
两块五，写的是这个价吗？是的，是你别卖错了，卖错了，卖错了算我的，我赔啊。好，可以开始点链接了，可以点链接啊，不到三块钱，一袋才不到三块钱，老铁们，我不是我不喝，我就要喝挂耳咖啡。挂耳咖啡，它为什么叫挂耳咖啡呢？哎呦，两边七十九万了哎，两边有两个耳朵在这挂着呢。哦，要连麦了，要连麦呀，直接上，咱们一起啊，怎么连？人多力量大啊，人多力量大啊。不是我看有个评论说一帮男人好吵。看一下电话，如果来的话接一下，然后把那个声音打开。电话怎么连麦啊？怎么叫连麦？等会儿他过来，您按接受就行。哦，我们这边麦挺好的，跟我们连麦干嘛呀？我马上秒没了，我都到他那直播间，我说了，我说三姑六舅们快点来呀！现在我们这些三姑们六舅们，你们到没到？来没来？人家说咱好吵，咱是不是得有素质点？好，咱是不是得有素质点？因为在家吧，这段时间大家也待的实在是有点太没意思了。我们的到来呢，第一是给直播间增加点乐趣，第二呢，对，我们是惠民，来助民。助农，关键是助农。马上一百万了，今天晚上是爱心直播，马上一百万了，每买一款产品，我们是不一样的烟火，看了没？告诉我，三姑六舅都来了，今天晚上全是爱。老姨夫呢？老姨夫来没？哎，这是什么？来，小米家伙，连来了，来了来了，这么多人，好威严啊！哇塞，听不见说什么？听不见，宝哥听到我吗？哎，是不是在这儿？宝哥，哦，在这儿，宝哥，伦伦。哎，听到了，听到，威亚，稍等一下，这是你这样吧，你过来吧，我们太吵。喂，啊，威亚，稍等一下，哎，你这样吧，你过来。那个是哪个？稍等一下，声音这么很老，嗯，你们听到？啊，打电话，他给谁打电话了？给你们？给谁打了？他们在我们过来吧，在我们公司来呀，上啊。来，别着急，哎，还有功能卡，你忘了？啊，没有，我们看到没？功能卡，我们是连麦了。看到没？他们啊，对，他这儿功能卡，人家边还有功能卡呢。啊，哎喽，咱俩也有啊。对呀，我们有功能卡呀。要不咱让我是啥卡来着？等马上我们又唱又跳的那个唱跳卡是吧？唱跳卡，你这么功能卡，搞哎，我马上下了，薇娅，我马上下。对呀。你们这些，我办公室我要下。快来 PK， 我是不是现在可以用一下我的功能卡？哎，这 PK 卡了，这是什么意思？看到吗？我要现在是 PK 吗？现在 PK 了吗？是 PK 啊。我们指定一个人唱跳，你们想看谁唱？现在咱们的人气是多少？一万九。来，对，不是我方人气一万九啊，不能用是吗？现在不能用。对方是啥？可以用是吧？哎，嘉欣来了啊！我方对方三四，我们多少？一百三，我们是几千人？一百三十八万。他说告诉他。我们是人家只是对方呢，2015年结的婚啊，800万，对方800万，800万，不着急，对方多少？800万，不着急，加油！我去再，我你们这样，你们守阵地，我再去叫三姑六舅们再叫一波。你我们在那边，然后现在是我们直播间，对，然后我先回去。咖啡没卖完，你现在叫唱跳卡，谁？咖啡卖完了，咖啡卖完了，你们现在准备给谁唱歌？亮亮，你跟迅哥卖你们的，我们卖完了吗？给个还给，现在卖了吗？卖咖啡已经卖完了是吧？来上产品，上产品，人家这连着麦呢，你不跟人聊一聊啊？什么也听不见。伦伦，是吗？哎，同志们，咖啡还有600多，我觉得咖啡别忘了买咖啡啊，600盒是吧？咖啡还有600份，一杯咖啡不超过3块钱，这种咖啡都不买吗？唱跳卡，我先听马上那边声音啊。毛，先不要看那个唱跳卡，先把咖啡买完再开彩票，没有问题。Hello， 大家好，咖啡如果秒光之后，一定会实现这个唱跳卡。谁要唱跳？唱跳，轮轮唱跳了啊，各位，准备唱跳了，我唱他跳，或者你唱来，只要把咖啡买了之后，马上轮轮跳，看到没？看到没？亮亮唱是吗？好，没问题。亮亮唱，轮轮跳啊！预备。然后那个雷佳音负责 B box， 来。这样吧，要不一会儿我咖啡还有多少啊？讲一下，又其他你一会儿给他们讲一下，他们可能手机放的是。先把咖啡买了，在楼上。都在我直播间，在楼上。我用。现在薇娅对。说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手机听我们声音，因为听声音现在只有很吵，当他们听的话就很吵啊。喂，那我到时候可以。聊会儿别的啊？问你呢，我敢吗？啊，可以听得见，可以。我敢吗？
没到。来，我这有张卡，我这张。对。他光三姑去了，六舅们没到。我直播间光三姑到六舅们没到。这还有抢咖啡卖光了吗？咖啡卖光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三姑六舅啊！现在马上唱跳啊！唱跳完了之后，我们有新产品推出。我们那边人太多了。来，现在开始马上表演，来，轮轮。声音放大了一点。我还是让宝哥那个少年。宝哥去了，宝哥去了，宝哥。那这样吧，因为那个网络，那这样吧，我先让宝哥来了。唱跳卡我就直接让宝哥来唱跳了。宝哥，撞你来了，那我说其实我客气了，我以为开门卡，宝哥在我的直播间，任意一个人跳一分钟的惩罚。唱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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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点一下。我是来找三姑六舅来了。大哥你唱好了，来一拜。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改变。唱歌是已经在跳了吗？能也在跳吗？没有，我们已经跳了什么吗？哎，雷子，啊 ，B-box， 快走开！不知道这拍啊？啊，不知道你这拍跳了是吧？啊，是不是直播间人太多了，就挤了？方方面面，方方面面，是我们一连麦，他们在说话也听不到，然后我们说话也。对，我们也听到他们的说话。有220万，就我个人都能听。220万人了，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下面该卖啥了？来，下面是卖我们的，龙润堂记砀山秋梨膏。砀山秋梨膏，哎呦，这个秋梨膏不得了，这是绝对的爱心秋梨膏。咖啡吗？稍等一下，我们在卖这张卖我们的产品之前，我们也有一张功能卡。对对对，什么呢？你到我这边来。薇娅，来，扭个秧歌。直接在我直播间了。然后现在是 WiFi， 他们两边跟我讲话，调一下。来，现在我说话，咱们一分钟惩罚。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薇娅赶紧扭秧歌。你还先挂了吧，好不好？现在这样是吧？我先挂了吧。目前是各自玩各自的，所以说我们得要暂停一下，要不然我们的声音……哎，那个亮哥，你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观众不要放了，扭秧歌。扭秧歌，扭秧歌，这就我扭秧歌的话，不就是本色出演吗？宝宝们，宝哥可以陪你，宝宝们，就当惩罚我了，好不好？好，那这样吧，那宝哥一起陪你了，那让亮哥那边先宝宝，啊，对，好吧，对，来，买宝哥，宝哥不是你扭，宝哥干啥呀？宝哥步伐，宝哥扭起来了。宝哥，我们要看威亚扭。对，好亲亲来了。宝哥，我们要看威亚扭。扔一下粉，哎，来，对，来，啥意思，哥？扔，哎，哎，本轮我方获胜，啥意思？我们获胜了吗？直接得分啊！他们方，他方啊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不要！不要！赶紧！你这宝宝们，哎，你，谢谢宝宝们。粉丝好像没有了，宝贝，为了庆祝我们赢了，所以现在我们赶紧推出我们的龙润堂记砀山山梨膏，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两款产品大家一定要买，真的，走过转过不要错过，随便可以看的，随便走。上产品，来，我们这个砀山山梨膏啊，它是每卖出一瓶就为农民增加0.5元的收入。没错，是这样，我还为这个秋梨膏，为这个那个什么膏，砀山秋梨膏啊，我自己还编了一个原味砀山，这是我们又上一，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完全看不到对方在干嘛，又加了8000，刚才没抢到咖啡的朋友们还可以继续抢咖啡啊，巴尔咖啡，一瓶咖啡5到3块钱。观众朋友们说太乱了，我跟雷子我们先去准备我们的了啊。二位你们先慢，好，我们先卖着，我们先卖着。谁来喊三五六舅们？喝一口，来准备一下。我不喝咖啡，过来喝一口。是谁？是迅哥吗？啊，喝一口，尝尝好不好喝？来，迅哥，我们的电话也接。哇，感觉不错吧？对，太乱了，好苦，好苦吗？对，你要品的香醇。啊，是吗？那这样，那我们先把它先挂掉了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是这样啊，老等一下，宝宝，哎呀，他没在喊。宝宝们现在简直精神马上就来了，挂掉啊！没错，可能两边。这个咖啡呢，是我因为我喜欢喝咖啡，所以这个手的这个纯的挂耳咖啡呢，非常香浓。亮哥说：“我正在进行的在卖东西中，完全不知道。”非常非常的好的口感。亮哥，我们等会见。我先听到你说话，让座吵死了啊！来，你先。等会见，我先听到你说话。好的，好的，行，拜拜拜拜，一会儿见。他们完全没有听到我们讲话。拜拜，来，我们这边太吵了。行，拜拜，大师去卖货，拜拜。
是这样，特别感谢所有的宝宝们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番茄台，来我们一起来做这场公益活动。那么今天呢可能是史无前例，之前我们的极限挑战以及我们的薇娅主播，我们一起来在线上 PK 了一场全民的公益活动。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长话短说，我们首先上来的是一款我们极力为大家推荐的一款砀山秋梨膏。那么这款秋梨膏呢平时卖多少钱呢？平时是59一瓶，历史最低价是多少？历史最低价是49块9，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是多少？39块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39块9，还没有完。错、哎、买一瓶什么呢？买了一瓶还赠一瓶。今天我说了算，买一瓶赠一瓶。你买什么？平均一瓶的价格是19.95元。什么膏？砀山秋梨膏。砀山秋梨膏，先尝一尝啊。哇，好喝呀！尤其是我跟你们说，像咱们说话多的，非常棒，方程。像我们话多呀，卖光了，没了。对，还有吗？秒没了，又没了。有吗？关了，关掉，关掉，关掉。是这样啊，秋梨膏有吗？无论从它的汤色，汤色就跟宝哥的颜色是一样的，对，好喝呀，一样样的感觉的，就是健康的色彩。上链接了吗？链接上了吗？上链接，上链接，上链接，还没上，赶快上链接。是这样啊，秒没啊，朋友看，秒没，现在这个价啊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啊。上链接了啊，上链接了，马上链接，马上点链接。我今天来替所有的宝宝们品尝一下。再给我来一勺，秋梨膏，这不是一杯呢吗？你那个配料是对的，你再整一勺。我不怕多，丝丝润滑，哇，真的好喝。大家看一看它的粘稠度啊，好喝极了。粘稠度你可以看到它的纯度。我刚才都冒汗了。对，但就这么一块。大家看一看它的粘稠度。我跟宝宝们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砀山山梨膏啊，是什么？什么？还有2000，加油啊！还有2000，还有2000门啊！还有2000。今天我为大家说一下啊，原味砀山秋梨膏。今天我们不谈价格，不谈打折，还有最后，因为还有最后一件了，大家赶紧听手速啊，因为已经打到骨折，没有了，没了，没了 ，yes， 还没介绍完就没了，没了，100年的砀山，砀山梨啊，才能做这个，还可不可以再加点连接了？还可不可以？还有连接吗？可不可以再加？因为有很多宝宝没有抢到。这个挂耳咖啡呀，可以。挂耳卖光了，没了，卖光了，秒没了，没了。不过大家，就这样啊，它对健康真的非常有益。因为什么呢？你别跟健康死磕，一定要懂得热爱生活。嗯，岁月是把无情的刻刀，肠味原梨极品雪梨膏，保你身材高挑，清新润肺，脸上再也不起泡。双眼锃亮打小抄，一口吃到好吃到没招，两口幸福喜上眉梢。俗话说得好，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你吃完原味雪梨膏，轻松大树往出薅。哎，说得好，没啊，对，真的没有了。咖啡还剩4000呢。啊，咖啡还剩咖啡还剩4000个，是这样啊，因为宝哥真的很不容易。嗯，宝哥呢，今天嗓子已经发炎了，因为录机挑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说话，但是今天为了我们的公益活动，宝哥一直不辞辛劳为大家一起来吆喝。来，我们就为了宝哥这份真诚，我们大家也为了我们的农民伯伯的这些不易付出的汗水，我们大家点一下，是吧？没错。你说多少钱？这多少钱？2.49。2.49一杯的咖啡。一盒二十四块九。24.9不算贵，你不用回。对，24.9不算贵，你不用回家开一个家庭聚会，好不好？来，24.9，大家点24.9的包。现在还剩多少？里面有10包。里边有10包，大家看一下啊，一包才够不到3块钱。今天咖啡亲自卖咖啡，是这样啊，我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说的美，夸的大，不如事实来说话。你看一看啊，哎呀，这个包装，你真的适合干这活。哎，你这么帮大家了啊，大家要关注番茄台啊。对，现在秋梨膏已经卖断货了，是这样，你知道吗？断货了，咱们那个，咱说实话啊，叫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看一看自己的整个一个包装。内包装它可以有非常好的隔热效果，它防潮而且防腐蚀，我们可以放很久，10年8年不过时，还能留给下一代，没有问题。并且这是我们国产的，真正云南国产的啊！别瞎二八道，没有，千万别被误导啊！这个保质期12个月，但是呢，它的生产日期是最近的，2020年3月10日啊，非常新鲜。我们发货是发4月的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新鲜。对，真的，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产品不怕检验。来，你们自己看一看这个罐儿咖啡，然后你看一看，它就像一个特别特别高档的一个口罩的这样的一个质感，摸起来没有那么水水的感觉，嫩嫩的，滑滑的。你看我这样使劲撕，哎，好像也撕开了。当然能撕开，当然能撕开。哎，来，我们看一看啊，你要咖啡弄到咱们的这个秋梨膏里啊，我们现在闻闻，真的非常的浓香，非常非常的香，无纺布的感觉，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袋？还有多少袋？
咖啡还有，赶紧啊！咖啡还有多少？没买着咖啡的，赶紧动手。还剩一千三百份，咱们这个咖啡啊，还剩一千三百份，对，这一千三就没有了，赶紧赶紧，还有一千三百份，一千三百份，错过就没了，还有一千一百份，还有一千两份，这样吧，老铁们啊，老铁们，宝宝们，来考虑一下，我的秋梨膏还没卖完呢，今天呢，先给宝哥一个面子，轮了，你往这么站，你往这么站，来来，轮轮，你不熟，这好像卖的有点走不动道，轮轮得坐着，还剩七百，还剩七百，谢谢大家，你笑一个，笑一个，还有下一个。三百，最后三百，一二三，告诉我没有了，光了，没了，告诉我真没了，没有了，我们一起来，一百五，一百五，一二二三，没了，没了，没，谢谢大家，感谢，弄了半天。呜大大的歌都没卖完，我就跑出去跟你们呼了三个月嘛，就是。哎，不是，大家请看啊，现在你看宝哥这一脑门子汗了，今天为了咱们的啊扶贫。宝哥你坐会儿。哎呀，宝哥你坐会儿。真的是，真的是，我这一脑门子汗，我不坐，我不坐，我不坐。我继续给你们。该卖我们的山核桃了吗？打下手。是这样，我们现在我们的山核桃还是多少？我们加了一波库存，加了四万，现在只剩三万。现在就等于说加了一波库存，还只剩三万份，我们第一波已经卖没了，是吧？第一波已经卖没了。什么东西？我其实今天跟大家不是开玩笑，梨膏啊，可能今天我比较兴奋，也是第一次直播。啊啊啊对，那在极限挑战里跟所有的兄弟在一起，来去感受这场直播的盛宴，其实特别开心。最重要的是跟所有的宝宝们能够在一起，来去品尝这样的一个味蕾之旅，真的很开心。你知道这个秋梨膏啊，你这样吃的话，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甜到那样的，不是就是让你一下特别腻住了，是吧？嗯，我都吃了好几口了，特别的。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山核桃马上卖，卖完，不着急，咱把这个。谢谢你们为助农做的贡献。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每卖一瓶，你们再加油一点，对，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嗯、大家真的要记住啊，每卖一瓶这个秋梨膏、嗯，就为咱们的农民伯伯增加0.5元的收入啊！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砀山梨都是100年以上才能做这个秋梨膏，没错，100年以上的砀山梨树、啊。伦伦聪明，伦伦算一笔账，35000瓶，那么35000瓶，我们能给农民伯伯挣多少钱？能带来多少的收入？可能您的一次小小的善卡住了，17500币，17500块钱，这可能是农民伯伯，对，这可能是农民伯伯好几年才能挣出来的钱，而且现在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积少成多嘛，汇聚爱心，一起来帮我们来去吆喝吆喝，好不好？对，这个雪梨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雪梨膏。它有一个很好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当蜂蜜一样、嗯、你可以早上起来抹在面包上，你也可以抹在馒头上，就都可以吃。关键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现在一瓶的单价就是19.95元，平常是多少？原来的历史最低价，最低价是49.9元，历史最低价。而且你知道这一斤秋梨膏啊，要用25到30斤的砀山梨才能熬制出来。好，现在就已经可以牵扯到算账的问题了，让我们轮轮再算一笔账。嗯，那么20斤梨，它一共需要花多少钱？平时你买一斤梨要多少钱？雪梨真正很脆的烧过的雪梨，对，好的梨应该也不少钱了吧？十来块吧，七八块有了吧？七八块，那如果说七八块，我们除去中间商赚差价，我们除去很多很多的中间的运营。秋梨膏还有30000份，秋梨膏还有30000份是吧？嗯嗯嗯，朋友们给力啊，给力啊，宝宝们！看，然后轮轮现在啊，赶紧买了这个秋梨膏，完了拿回家去好好的喝一喝，一定对你的嗓子有好处，而且神清气爽。宝贝们，我劝大家，嗯，花少钱，买好货，对，不买就是你的错啊！加油加油，一定多买，嗯，多买多买，轮轮。哎、来，你来，你来尝一尝。我尝尝。来，你尝。伦伦尝一下啊。我尝尝。哎，看看伦伦，你感受这个秋梨膏的味道。嗯。嗯。多少？好不好？哎，就酸甜酸甜的感觉啊。真的不用。你说说感受，说说感受。真的一定就是现在这样啊。冲水。我们功能卡，我们还有什么？直接喝也很香，而且那个用过了，那个梨的味道，那种香甜的那个味道，很浓，真的真的是真的。没错、哎、我现在想知道我们的秋梨膏现在还剩多少瓶？3万。大家还能抢得到吗？宝贝们还能抢得到吗？秋梨膏我们现在就是推秋梨膏。宝贝好、啊、先不还有2万6。对，还有2万6。轮轮来，轮轮是这样啊，我们从早上8点开始录极限挑战，一直录到了现在。嗯，因为我们先卖完是吧？啊，不着急，我们这山核桃还没卖呢。我们山核桃还没卖呢。啊、我们干嘛秋梨膏？因为我们加了一批货，对，又加了货了，想帮农民伯伯多赚一点，对，加了一点，刚才已经秒光了。
好，山核桃，我们现在卖山核桃。来，接下来推出一个新产品啊，咱们的山核桃，咱们的俏俏果大别山山核桃仁儿。哎呦，这个山核桃仁儿，我告诉你，特别特别的好。你说说，你正在吃呢，你看，就一直不停的吃。是这样啊，山核桃仁儿现在是什么感觉？真的很好吃，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来尝尝。这个山核桃仁今天的价格多少？山核桃仁，你看给勋哥急的嘴都瓢了啊！嗯，是这样啊，我们先说一下，嗯，俏俏果旗舰店里的山核桃仁，俏俏果大别山山核桃仁，历史最低价是59.9元啊，当天页面价是59.9元，历史最低价是42.8元，42.8元到咱们直播间的到手价，大家猜多少？你猜一下，嗯，42.8元，错，错，那多少？只需要36.8元。36.8元，拍下立减23.1元，现货库存1.25万个啊！大家也就是说，现在你买一瓶，马上就省了23.1元。是这样，我现在再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俏俏果大别山山核桃仁呢，产于大别山山腹地，这个不是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里是长寿之乡。没错，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替我们工作人员随时可以上链接。嗯，我们现在先上链接，赶紧上链接，现在先上链接，然后大家一边买来一边说，好不好？嗯，对。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啊。上链接，现在上链接，上的先链接。嗯，大家准备好啊。嗯，山核桃马上上链接了。哎，我突然间发现了啊，这个山核桃仁配上这个秋梨膏，绝对非常妙。尝一尝。嗯，伴随着邓伦的口水的味道也是不错的。哎，还是那个，还是那个老勺子。嗯，不重要，不重要。上链接了啊。嗯，上链接了啊。还有9000份了，还有9000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几个，我看那个没跟大家开玩笑讲啊。嗯，这个就你山核桃仁，大家觉得它非常的有营养，最关键是呢，它是长寿之乡。你想长寿之乡，它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家这是他们的自己的土特产，肯定是所有的农民伯伯常年吃它，它才会有长寿的效果。没错，尤其这种坚果，它对于健脑啊，对于增加你的聪明度，绝对是因为什么？嗯。它有含饱和脂肪酸，嗯，亚麻酸，嗯，亚油酸，还剩5000，还剩5000，还剩5000，是这样啊，4000了，是这样，朋友们，你们现在买这个，想不到了，你们现在买这个山核桃仁，不仅仅是给自己买，你们要想想自己的父母、朋友、阿姨，他也是送礼佳品。你想想，当你送这个，你送这个东西说啊，这是我们在那个薇娅的直播间跟那个，还剩2000了，是不是？在咱们番茄台直播间买的，它很有意义，很有意义，很有意义。1500了，我还剩1500。你今天赶紧抢到之后啊，给自己的女朋友吃，她绝对爱。嗯，野生山核桃没有了怎么办？长寿之乡没了，没了，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没了，没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宝宝，谢谢你们，真棒，你们真棒，你们真棒，真的。现在咱们砀山秋梨膏呢，可能不太公开。什么工厂？别忘了我们的梨膏啊，我们的梨膏是一滴水没有添加的。伦伦，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终极直播师？我们抢任意一个人的直播间的助手到咱们的直播间协助直播，时间为3分钟，你看好不好？终极直播的时候，这就是我觉得任何时间段都是我们的终极直播，因为大家还有啥呀？啊，还有啥？哦，就扭秧歌。这还有这个可以指定任意人到我们这儿来，对，你们来去决定这个东西，抢夺人员对都可以。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抢抢谁过来？我们的山梨糕抢薇娅过来啊！啊，山梨糕还没有卖完啊！我们抢薇娅过来，我们抢薇娅，抢薇娅过来，让薇娅来，让薇娅来一下，让薇娅来一下，让那边找个人，那边找我去，你去吗？大家稍安勿躁，或者你去吧，哥。可以，我去帮忙那什么。我们去把薇娅，把我们现在的秋梨膏说完啊。我去把薇娅抢过来。朋友们是这样，我呢，其实我们秋梨膏可能大家买的，你知道吗？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其实大家，你看似这一罐，其实用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特别长，你可以冲。然后我估计应该正常吃的话，应该是在15天到20天之间。你多买点的话，其实没有关系。对，难得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关键的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没有水，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香，没有任何的香精。快来！你们这喝的感觉好像在喝红酒的。来 ，whisky 差不多。哎，各位宝宝们啊，来，现在把薇娅抢过来了。我在后面等，我在后面玩。你是优先，你是优先，你是优先。这是你们的直播间。你是优先，来帮我们那卖秋梨膏，我们还有。现在秋梨膏还有多少？他把我海蓝卖的秋梨膏还有多少？哎呦，哎，你这样，我们山核桃，因为薇娅过了3分钟内帮我们卖。
啊，还有一万八。对对，我觉得多少？还剩一万八，还剩一万八。快了快了快了！来来来，刘总，你俩坐，你俩坐，你俩坐。快快，你坐你坐你坐。这被我们乘客起来，我先来。一共就三分钟，咱别磨蹭了。来来来，你一共就三分钟是吧？是这样啊，我说开始再开始啊。啊，来，刘总过来。好。卖了吗？已经啊，我们已经卖出了第一波，已经卖完了，卖空了，所以说我们又加了，擅自又加了一波，又加了。因为李高的话，我讲正儿八经的，李高是对一些就嗓子不太好，比如嗓门有点哑的，爱吵架的，嗓门大的，然后一些老师、主播、主持人咳嗽都可以，他没有加任何防腐剂，他是20到30斤梨熬成了一罐这个梨膏，所以他是用温水冲一下就 OK 了，你也可以直接干吃，你也可以抹到面包上面吃。用温水冲的话，它口感可能会更好喝一点点，然后看你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就 OK 了。我们今晚因为是极限挑战，我们是个助农的一个直播间，所以大家今天买的话是有福利的。第一份应该是39.9元，对吧？对，第一份39.9元，39.9元。第二份0元不要钱送，一定要拍两份，数量一定要拍两份。月哥，月哥来了，快了。你们刚刚干嘛去了？我们刚刚上厕所。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份？现在还有多少份？对，数量拍两份，第一份、第二份零元。就 OK 了，我就第二份零元，第二份零元就单一要拍两份，我觉得把这个主场还要让给你们啊，不是，不是，稍等稍等，慢慢，还没够呢，不是，赶紧再帮我们吆喝吆喝，是这样啊，这个秋梨膏。我相信薇娅肯定每天都喝秋梨膏，只是不说而已，你看你皮肤这么细嫩，这么润滑，感觉而且嗓子每天直播都可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给你推荐这款秋梨膏，你是不是经常在喝这个？我可以帮你买两瓶，我送给你，买几瓶送给你，你要几瓶我都送给你。人家帮我们多要不要？人家是卖这个的，你好的推荐人家啊？好吧，错了，我错了。好的，这能喝吗？能，当然可以喝。喝了啊！你只要不嫌弃。真的听听人家弹幕说什么？好吵，太乱了。你们这个没刷新，你这个弹幕都是9:00几分的弹幕，啊、哥哥们。这怎么刷、啊？怎么刷啊？是吗？旁边有个那个，你们鼠标呢？没有。没有主流，怎么刷呀、啊？来，我们学一下。啊，你们可等着，等于你们刚才在聊天，啊、然后看那评论，都是刚才不是实时的，不是啊，现在刷新了。邓伦，我们要看邓伦来，在这呢，全是邓伦，我的天哪，我在呢，我的天哪，快，来，齐总，来，让你们来，你们来，看邓伦，哎呀，慢点，伦，我说梨膏卖完没有？李哥卖完没？不是你们上了，对呀、啊，你们上了几个链接？几千？你来，魏啊，坐。你们上了几个链接了？9000多，李哥只有9000多了，朋友们。其他链接全部已经上完了是吗？嗯，就是这一个链接了是吗？对，没有，还有我的面条和。肘子面条没上是吧？没上的。那面条这梨膏卖的时间最长了。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可以先上下一个，一个来。我们刚才已经上了一个，下一个已经卖完了，这是又回来了。又回来，对，是吧？这又卖完了。这你直播间现在谁在？我直播间现在这儿呢，但我直播间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已经都卖没了。对，就是卖那个，就这么快就卖没了。拿过来，对，面条，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加。然后那个，我现在一脸懵。然后我拿了这个功能卡，我本来是拿着功能卡是来玩的，然后就坐到这里来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你帮我把最后的这点秋梨膏卖完。对啊，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新品来了，上面条了，上面条，这是纯荞麦面条，对，配上秋梨膏越来越好。没那个，哎，这个不能这样吃的。对，没那个，就这样。这个呢是。我可能不太适合直播。不是啊，这个一定要配酱。你们有人能吃辣吗？这来了。谁能吃辣？我来，我可以吃辣。我告诉你们，这个荞麦面，它的面的话是不用用水煮的，千万别煮。它用水泡一下就很方便。比如说你们家里面做一锅，比如说鸡汤，然后鸡汤的话，你想吃点主食，你把这个荞麦面用水里面就烫一下，烫下之后，然后就可以放汤里面了。然后做什么剁椒鱼头啊，然后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这种酱类的东西，你就直接放进去拌一拌就好了。这个应该不是煮的吧？啊，这个辣吗？你们能吃辣吗？我可以。可以是吧？这有辣酱，很好吃。我刚吃了一碗。我们家也有辣酱，我可以推荐我的辣酱。我卖过你的辣酱。等会儿，卖过你的辣酱。叫江湖铺子啊，你看看，顺便做个广告。来，我吃了。好，差不多你瘦了，让你多吃点。咱现在多少人了？在线？750。700多万呢？哎呀，从7000个人到750多万。谢谢大家，谢谢宝贝们。谢谢宝贝们，快轮轮，快谢谢谢谢谢谢宝贝们，大量都是奔轮轮来，轮轮，来想想，哎，怎么着，我拖一件啊？不行啊，拖一件，哎呀，到900万的时候再拖一件，马甲啊，900万再拖一件，拖一件啊，把那梨膏买了吧，同志们，这是我吃过的，拖了一件了，特别最好吃的一款，就是凉水泡的面，
这是凉水可以泡吗？它其实荞麦面。哥，你坐下。没事，对对，哥哥哥哥，没事，我跪着。不，你等会儿，你别跪，你不能跪着。跪，你快点坐着。太棒了，我觉得。哥哥们，咱们是不是上了链接了？现在没来。上链接了，面条链接还没上吗？面条面条链接还没上吗？慢点。我本来是带，我本来带功能卡来的，然后现在就搞到坐到这里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就上链接了。那好，那我们就这样。上链接，荞面条啊，没上呢。那我们这样，这个荞麦面没上是吧？上了，荞麦面是39.9，然后总共有四包。我们的样品去哪了？哥们，样品呢？样品在这儿。样品，你们样品都不拿。哎，我们专业嘛，会弄。就是四包那个荞麦面，然后呢，我们直播间是28.9四包，28.9四包，它的太便宜了，它的历史最低价是29.9，对对吧？咱们比历史最低价还要低一块钱，对，这就是我们直播间的魅力，这就是薇娅的魅力，这就是我们极限挑战的魅力，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这款面条的魅力，就是这么好吃，就是这么棒，这吃的还秀气呢，他们那里香不香？慢点，来，你可以喝点这个秋梨膏水。梨膏还有多少啊？我好关心这个梨膏还有多少？梨膏快没了。我，哎，还有7000个。宝哥去哪了？宝哥去哪了？宝哥去，我休息了一下，休息会儿。宝哥有事了。啊，因为我带任务卡来的。面条还有多少啊？面条刚上，梨膏还有7000，对，帮帮农民伯伯们，我们把面条多少啊？梨膏啊，一共20000，还有8000，师傅再吃一碗，再吃一碗，师傅再吃一碗行不行？可以可以，再给我做一碗呗。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哎，看好吃啊，做三碗，哎，再做三碗，亲爱的朋友们。我绝对不骗你们，这个真的好吃，好吃就是好吃。但是一定要不要煮，因为我们有很多人买回去泡。对，因为这个我卖了很多次了。哦、煮完之后它会发黏。发黏。对，嗯、你就泡温水泡20分钟，凉水泡1个小时。我看资料了，特别好吃，真的。哦，凉水能泡一个小时啊？要泡那么长时间啊？而且会泡软，我把泡软，然后不用担心味儿了。对。泡食面哦，这人家写的很清楚，泡食面。他们还轮爱吃吗？轮爱吃辣吗？我可以啊，我可以。会吃辣啊，他们整一碗，整一碗，整一碗。嗯，好，我们去让他去做去了啊。我们现在这个面啊，我就20分钟就可以，20分钟，不用20分钟，是吧？又开始给他泡一下热面。他一份发4，就1000了，就1000了，就我都吃着了，真的好吃，这绝对是买了，300，行了，没了，过了。买完了，谢谢宝宝们，多棒，正好让咱正好吃光，在月月吃一碗面的功夫，咱们今天面卖完了。那个把那个肘子拿来，我师傅继续。肘子切片啊。要吃吗？我就不吃了，师傅你还吃点吗？再来一碗，你还有肘子呢，别着急。一共5000份肘子。5000份肘子。肘子一共5000份啊。有没有黑龙江的？我刚才问有没有黑龙江，有没有哈尔滨的？它是那个中央大街一手店的那个店铺，它的一手店，肘子哈尔滨特产啊！啊，这要切开啊，我们得切啊！你先给咱切一下啊！不用切成丁骨的，直接吃。师傅，你拿手吧。你直接也可以吃，但是呢，你也可以切开的话，可以是一片一片的，然后家里可以弄点调料蘸着吃，也可以直接吃。中央大街官方旗舰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助农的。他其实他们家是1955年以来开始就做那个助残助农。嗯、哦，它的规格是350克，350克等于7两，然后直播当天页面价是69.8，历史最低价是54.9，我们直播间今天到手价也是54.9，拍下立减14.9，对，现货库存是5000件啊，5000份好啊，非常的好看，7两啊，来了。好了，来，我们就把它上了啊！我们现在大肘子啊，现在希望在月月吃肘子的同时扎进去，咱这个肘子也秒光啊！链接上了吗？啊，先不用上啊！啊，先玩一会儿。你先这样，别吃一会儿。你先吃一会儿。别玩啊，吃。他现在有绳子，你让我怎么吃？绳子也能吃。熟了呗。能吃。帮助消化的。能吃，你这。我跟你说啊，这个消化。我们为了帮助农民伯伯，这是助农的一款产品，对不对？对。我们豁出去了。我们其实也不用豁出去，它就是这么好吃。虽然目前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但是我尝一口。哎呀，这是不是带的绳好吃啊？哦、这有绳子。他们没有给你解开外面的那个塞牙。他们绳子进缝里了，绳子进缝里了。这外面的包装是要解开的，你这个绳子没解开，然后你刚有了绳子上去了。嗨。啊，绳子需要解开的啊，这个绳，亲爱的朋友们。哎
哎呀，月月真可以，实用方法。罗罗他们全部在喊你，满屏子喊你，喊我，你给人家打招呼。来了啊，坐一下，我一直都在呢，嗯，我在呢。你坐会儿吧，你坐会儿。我宝宝们，我很关心我那个梨膏到底卖没卖完。梨膏应该卖光了吧？那梨膏，梨膏很珍贵，我最喜欢的一款产品，我最喜欢的梨膏。哎，你们伦伦吃过的我都买了。梨膏还有2000了，2000呢，就剩2000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有2000了。你喜欢吃吗？你喜欢吃就去拍一下它，好吗？你喜欢就去拍一下它。好了，900万是不是还得拖一件？九百万了，还要拖一件啊！伦伦还要拖一件。我觉得这里边很嗨，我回到我的直播间啊。走了，对，你再坐会儿，再坐会儿呗。回到我的直播间，我先嗨着。李哥，拜拜，李哥，感谢。我先走了，谢谢宝宝们，谢谢，拜拜，先走了，走去直播间啊，拜拜，谢谢，肘子啊，亲爱的朋友们，肘子咋样？你给我来一口。我也想吃一口，刀嘛，拿刀切一下。没懂。哎呦，这款肘子不光主浓还主残。肘子上链接，上链接。哎呦，这肘子真香啊！上了，这肘子太香了。而且这个肉非常夸张。来了。哎，我这怎么刷新啊？这个，这肘子非常非常好吃，太棒了！我尝一个，太棒了。伦伦，肘子啊，上链接了。伦伦来一口，哎，肘子吗？肘子1700，完了，完了，卖没了，秒光了，肘子没了，肘子秒光，太棒了。那我们还剩什么呢？没了，卖光了。梨膏不是没了吗？还有什么？现在几点了？现在9:40，40分钟，六款产品全部卖光。我们的太牛了，太牛了！宝贝们，我们的时间是1个小时，现在我们40分钟把所有产品全都卖光了，我们是挺厉害的，是不是？很多朋友说我适合吃播，对不对？是这样。我从小就不挑食，什么都不挑，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特别香。这肘子确实香，好吃，还不太腻。哎，这个面我刚才没尝着。哎呀，我得尝一个。还有面吗？给泡两碗。我得尝一个。我们免费赠送大家一个吃播吧。免费赠送，好不好？免费赠送，做几碗面。哎呀，我尝尝这个，太棒了。哎，对，宝宝们。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一次，现在很熟练了，宝宝们。第一次在这个番茄台直播，记得点关注。进来了以后点关，是这么说吧？对，进来以后点关注，左上角还是右上角我不知道啊，但是你就点关注就行了。一定要关注啊！关注这俩字儿就点上，然后你就可以继续看我们一会儿，敬请期待《极限男人帮》首次吃播，哇，马上开始，好吃是吧？哎呀，这个面真好吃！哎，咱这直播送什么？送什么火箭什么玩意儿？送点啥？送什么？不知道啊，人家直播不都咔咔刷礼物是吧？刷礼物吗？刷也不给咱。这个号是东方台的号是吧？东方，对，番茄台。那以后我要直播，能不能用这个号？二维码啥意思？你可以去问。好，完全可以。可以吧？完全可以。我直播什么没问题？我们直播用这个号吗？我们直播用这号是吧？我们直播用这号啊。对啊，我们想帮助农民伯伯多卖点东西。对。比如说我们集齐几个人一起帮大家卖一会儿东西，对不对？对，好，咱们找到一些好产品。是啊。对，找到一些好产品。扫一下二维码啊！来，你扫一下二维码，扫一下扫这儿啊！扫这儿，对着迅哥的脸啊！对着迅哥的脸，赶紧扫一下。关键台。只有3秒钟啊！三啊，二，扫了没？扫了，扫好了吗？扫了啊！左上角点关注啊！左上角点关注啊！关注我们番茄台。哎，有人点歌了，让我唱个歌送情郎，好吧？行啊，唱一个，你唱一个。小妹妹送我的郎呀，998，突破1000万，1000万啊！突破1000万，我们卖了1000万，不是人心的时刻，粉丝，
观看人数1000万，宝宝们超过1000万。哎，我以为我以为我们卖了1000万块钱呢，吓我一跳。1000万，差不多吧。啊，对，我们总卖了1000万了啊。哎呀，刚才买了这个荞麦面的，真是享福，这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我就可惜我今天在直播，哎呀，四分钟挣卖1000万呢。中间还浪费了点，不熟吗？业务还不熟，这都熟练了，估计咱5分钟。还有人要我的店铺啊？那个，我就在这做广告，其实不太合适。岳云鹏打嗝，打嗝怎么了？打嗝很正常。啊，卖邓伦啊，卖邓伦，唱五环，笑死了，1000万唱五环啊，那唱五环。唱五环就不唱了，五环一唱我就刚才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送情郎吗？送情郎，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哎哎，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哎哎，我不敢唱了，我一唱就想起说相声的时候，好想说相声。你现在可以来一段啊，你看你俩正好，你现在可以来一段啊，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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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把自己搁坑里了。改天跟孙老师啊，我们线上那个说一回相声。太好了，卖邓伦，邓伦跳个舞来。邓伦卖邓伦，邓伦脱衣服，哎，跳个舞。老雷脱一件。老雷脱。把邓伦卖了，邓伦太可爱了，怎么全是邓伦呢？伦哥唱歌，邓伦脱衣服。哎呦，邓伦穿内衣了。我给你学个送情郎吧。哎，好好，你会啊？你会啊？学一下嘛。好，来，你坐。好，你坐。来，你坐。一句一句的啊，真假送情郎，真什么叫真假送情郎？我真的吗？你假的吗？哦，来吧，怎么弄？不是你唱，我听听怎么样？第一句，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哎，送到了大门东啊，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偏看上这个老，不是看上老天爷，是赶上，赶上是吧？偏看上，偏看上老天爷。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下雨又刮风啊，这鼻音很重要。对，当然，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啊！哎呀，好，对不起，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加点亮啊！我再看什么？我再看下小雨儿啊！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哎呦，就希望你多待上几分钟。哎，雷佳音唱一个，雷佳音好，来快唱一个。詹哥雷子，你唱五环之歌好吗？来，你坐大哥头啊，大哥站着行，我站着行，我坐着热。坐你唱牡丹，我在前面太憋镜头了，你知道吗？哇，雷子你头好大，行吗？来，五环，牡丹也行。啊，来，你得喝点梨膏，来打个样，喝个梨膏，你得喝点梨膏了，你给我打个样，第一句啥玩意儿？啊，牡丹，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啊，牡丹，众香国里最壮观，众香国里最什么什么玩意儿？众香国里，对，众香国里，众香国里最壮观。
好，不教了哈，不教。好好好。雷子，你有什么拿手的歌？我，东北麦哈。东北麦哈，东北麦哈，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这啥歌？你不知道啊？东北麦哈，黑帮啊！你真不知道啊？哎呀，这暴露年龄，暴露年龄，太年轻了。埋汰谁？黑豹乐队，我知道。黑豹，对。亮亮干啥呢？亮亮在。亮亮在威亚那儿呢。啊，在威亚那儿呢。对。还有啥卖的呢？没过瘾。雷佳音和月月的谁的头大？咱俩我大，差不多。你看我，你看我。我觉得羊啊，送到了他的手啊，偏看上这个老天。送情郎算什么呀？小曲儿，小曲儿。哎，相声演员对会好多小曲，他们会的特别多。哎，我一听他们唱都可好听了，这种感觉真好哈。对，卖完了以后哈，轻轻松松惬意的哈，聚聚会，这多惬意啊！现场梁头围，那位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啊，邓伦，我现在咱们多少粉丝了？我只想听邓伦唱。1150万。1150万、哎、啊，还是得让大家多关注咱们这个扶贫。多关注咱们番茄台，啊，今天的主题助农扶贫，对对对，是一个公益活动。以后咱们这个平台啊，还会有很多次的直播。哎，月月跳个舞，我不会，这不是吃播吗？碳清水河，还有人点碳清水河。碳清水河是啥意思？是爷爷的吗？不是，也是我们单位。小曲儿、啊、对，小曲儿。哦。桃叶儿那尖上尖，柳叶儿遮满了天，在其位的这个凌晨风。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哎，你这你听过？听过。点迅哥的，迅哥来一个，迅哥。我唱啥呀？来来，哥，唱。不是我唱啥呀？唱什么都行。我唱啥呀？哎，迅哥也是说相声的，最早对吧？但是我还真是唱这种唱的少。但原来我太平歌词，您来一个太平歌词，我不太会。你会啥？让月哥带你。对，你带我一下太平歌词啊。太平歌词。杭州，杭州美景，美景盖世无双，盖世无双。西湖岸，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起的清香。完了，一尝就完了。死了鸡的清香，死了鸡的清香，春游，春游，苏堤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岳云鹏唱的还行，那用你夸。太平歌词不好唱啊，太平歌词那个拐那个弯儿太多了。骚哎，怎么能靠亮亮那边呢？好难拐，看不着吧？亮亮不会弄。是这个叛徒干嘛去了？原来我师傅倒是教我唱过一段，我记得叫什么？就是叫什么？不是那个什么太公卖面买曲的那种。买卖要能人，买卖要能人，和气生财。我唱的好像跟你不太一样，我师傅教我的跟这个那叫劝善歌。买卖要能人，和气生财。不论那个贫富一样对待，买的手主刀啊，金贵来笑颜开，笑颜发困你莫发呆呀，发呆像这样的买你怎么能够发财，是吧？对对对，哎呦，好多年了，这好听，挺好听，这都是老曲儿、老曲儿，好听，好听。心儿未说话呀，先把那笑脸扬啊，都不好意思了。哦啊，宝宝们在这儿要安利一下啊，这是刚做的决定是吧？我们番茄台将在每周都举行跟我们监察站有关的这个直播义卖，每一星期都会有，每个星期都会有的啊！一定要关注，一定要点关注我们番茄台。每星期都有。又来一碗啊！你吃过吗？我吃过了，刚才。我来。这个荞麦面真是满足了。轮，快，来这样，咱们接下来是吃播啊，轮吃一个。菌菇酱，那我筷子吗？
拿双新筷子。这谁的？坐坐坐坐坐。先给你泼点酱。行。哎呀，这小曲一唱，不惬意哈。想起了好久没说相声，感觉没了，我都想孙越了。嗯。吃播啊！吃播，吃播，吃播！哎呦，这面老香了，真棒！这个荞麦面啊，吃的对身体特别好。我跟你说，岳哥，你们要是能在网上说相声，我那就太好了。要是也是直播，那真的就太好了。你就不是直播，没有观众那个有观众吗？他得有那个现场，他是现场没有互动，没有回馈。对你干讲没有反馈，听不见，听见那个笑声包袱出来了，听不见那个吁，对对，有点刺激。哎呀，你看我都大口大口的吃，你们哎呦，你们留着太少哈，没有多少，两口就没了。嗯，这样不错，吃得吃出那种咱们吃他们吃不到的感觉，得秃噜，得有声。你得，我跟你说，你先这样，你先筷子插进去，哎，完了一卷。酱没有焦点了，没有焦点，没焦点了，哎，对，好，酱，对，卷起来，完了往嘴里边，一定要有这个声儿，它才有感觉。哎呀，你看，亲爱的宝宝们，我们还有六，哎、我们还有六分钟就要关注了， say goodbye 就要 say goodbye 了，请大家点左上角的关注，以后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关于极限挑战的直播，然后。助农微直播哈，我们的公益直播啊，对，一定要来关注。另外啊，叫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来关注我们的番茄台。是的，我们每周都和大家见面，好不好？每周日和大家见面啊。每周日。嗯。那有个人说关注不了，是为什么呢？怎么会关注不了呢？怎么会关注不了呢？关注不了就关注我吧。人家还有问极限挑战啥时候播？你这要买邓伦？极限挑战什么时候播？今天宣传一下啊。5月10号。现在可以说吗？现在可以说吗？你不知道你就敢吱声？这都直播呢，这是吃口面来，吃播吃播。哎呀，伦伦喂你们的面啊，哎，赶紧接着，赶紧接着。哎呀，你看还有好多想买小米的，说买不上。嗯，哎，咱们下个星期又卖，下个星期接着卖。下个星期卖什么？嗯，可以说吗？宝宝们。重大新闻！这是我们因为卖货卖的舒服了啊！首次公开，对，首次公开。本来永远不想告诉你们，都听见了，人都听见了。5月10号，啊，听见了。5月10号，第六季的极限挑战，这个太草率了，这个预告哈，对，太草率了。我们还会有非常正式，今天大家都知道就行了啊，知道就行。你们就算是今天的福利了，嗯，反正这一期我们哥几个是拼命了啊，希望大家捧场，拼命，嗯。多少了？1300万了。1300万。你回来啊，迅哥！哎，我帮你争取了一个，帮你。你坐人来，是吗？帮你争取了一个台灯。哎呦，太怎么？你们坐，你们坐。坐什么台灯？我哪弄台灯？一个护眼灯。迅哥，你眼睛不是不好吗？是，给你争取一个护眼灯。哎呦，太你咋那么？还有4分钟。我这谁呢？还有4分钟。这大肘子，我跟你说，上来就秒光，没有了，卖没了，卖没了。导演，我们安定在这儿行吗？好吃，好吃。这个可以做一点点，外面还要再出点。嗯，都在。啊，好，还有4分钟，我们就安定了。宝哥前面累的打了他那个，是，哎，小宝哥已经累的拼了，累的差不多了。大家都买了吧？还有人都卖光了。还有人想听一回生二回熟？好，这是极限挑战的主场啊，下次唱给你们听好吗？好，提醒大家下单付款，下单就下单了。啊，还可以这样，大家先下单付款，对，因为你还没有付款。宝宝们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对对对对啊，宝宝们，想你们想你们，没事，你现在不着急，这几分钟看完我们的直播，赶紧付款啊，不然到时候抢不着的，农民伯伯们才能收到。没错没错，然后同时呢也关注我们番茄台的极限挑战。没错，嗯。哦，现在付就更好了。哦，现在付可以算到我们的极限挑战的哦，一定要现在付款，一定要现在付款，一定要现在就付款哦。嗯嗯嗯，你再吃一口，行，你别光吃了，刚才我们都演了节目，忘了说了，大家付款啊。肘子是哈尔滨的那个一手店，哈尔滨啊，哈尔滨一手店，哈尔滨。哎呀，我老家的肘子，难怪这么好吃。嗯，就这样啊，跟大家那个普及一下，这次邓伦来极限挑战呢，有很多很多意外的惊喜和精彩，还有彩蛋。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很有意思，看我们怎么玩转。托哥哥们的福，伦伦唱《年少有为》，你是唱过吗？你是会吗？啊，
什么年少有为，炒从以前在一个晚会上炒，就在东方卫视的跨年，对，东方卫视跨年，东方卫视跨年，唱两句，来来来来来，观众来唱两句，唱两句啊，刘乐，收个报尾，收个报尾，收个报尾，直接唱副歌吧，咱们一起唱吧，年少有为都会吧？不会，不会，真没听过。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温暖给我美。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这个时候应该吃秋梨干了。对，我吃点。好听，好听，还有人说好听，我天哪，你们是怎么了？这是。电视一直闪。对不起，我真忘词了。哎，有人问你了，下回给你们唱啊，下回给你们。卖多少钱？我早被卖出去了。早就卖出去了。还有一分钟了，一分钟了，最后说我们大家每个人下线的话，说点话吧。啊，行，岳哥先吧。嗯，什么？岳哥还有一分钟，跟大家说两句话吧。结束。宝宝们，那个咱们后会有期。5月10号，东方卫视《极限挑战》。这样吧 ，OK 了。5月10号，东方卫视《极限挑战》后会有期，好不好？好吧，来。好。干嘛后会有期？刚开始。都播出去了，还都播了，都播了，都直播的，对对对，准备好，好，对，今天真的特别感谢宝宝们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我们一起携手呢，为咱们的农民伯伯也是，献上了一份爱心，是吧？对，我们今后还会继续直播，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番茄台啊，关注极限挑战，5月10号不见不散。感谢你们今天做的贡献，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感恩感恩，谢谢。嗯，今后呢？你说，哎，咱几个在这听的时候，是不是他们都在这儿啊？对对对，都能听，是不是？然后这个什么玩意儿？5月10号，不是，不是，不是，每周日，然后都会有这个跟公益相关的这些扶贫的，还有助农的这个直播，在这个芒果不是番茄，这个番茄，对不对？啊，10点了，没看着，十点了，十点了，十点以后不算啊，十点以后不算。哎，错了，没事没事，都是一家嘛，都是我一会儿出去嘛，大家都对。我出去我要受刑了，一会儿这几个哥要给我上刑了。芒果也是我们的朋友，对，都是好朋友，对，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大家说再见了啊！好嘞，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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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5月10号不见不散，拜拜拜拜。东伦你过来。行了。临脸翻了个车，就踩两脸干。我真的脑子里无数次在转嘛，就是。没有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以后每周日的晚上，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番茄台，跟我们的极限挑战和我们的六位哥哥们一起支持我们的农民伯伯，一起继续助力我们的农产品，好不好？我们下周日再见啦，拜拜。